我非将才，不想无事害，更不想成为别人成功道路上的枯骨，所以我选择做刀，最锋利的刀。小师傅，捕头施主，雨下得真大。是啊，下得真大。哎，小师傅，你带这么多东西下山，除了去县里做法事，还有其他任务吗？师傅说，我已经到了该下山经历凡俗试炼、度化有缘人的时候了。有缘人？上哪去找啊？随缘。小师傅，你要不度化一下我，我在衙门最近一直受欺负，大人怼我，小人害我，你帮我祈祈福，念念经，希望保佑保佑我，千万别出什么乱子。捕头施主，师父说那个人遇见了自然会知道，但我觉得捕头施主你不是啊。这个雨下的真的啊。是啊，看来今天走不了了，进去又不方便打扰人家。
这是画上的通缉犯，这幅画放你店里，挂上去，有客人知道了，通告我们一声。记住了。好的，走。 不都失踪你啊？嗯，小僧疏忽了，没有看见你。小叔，这林家灭门惨案都过去3个多月了，你怎么成天还惦记着那混血的小娘子？哎，都这么久了，看都看腻了。不都失主，你说什么呢？那位姐姐是我下山啊，不，是我此生救过的第一个人。一个人的性命，碰巧在我手上得到转机，便是最大的机缘。师父说的对。 只要那位需要与我共同失恋的人出现，我自然会知道。我觉得那位姐姐就是那个人。干嘛？这些人就是杀手啊！是啊。可是你那位有缘人全家都被齐彦堂所杀，齐彦堂是江湖的第一暗杀组织，这事非同小可。你怎么找一个这么麻烦的有缘人？哎，小师傅，我的辞呈就下来了，就在这几天交接，没多长时间了。 就是告诉你这段时间千万别出什么乱子，我可经不起这样的事了。这个呢，是朝廷分发给各州的，里面都是朝廷的重犯，一定要记住，万一遇到这些人，千万要躲开。你刚下山什么都不懂，知道吗？啊，多谢捕头施主，我回去一定仔细研究，认真记一下啊。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？哎，案子还没有进展，不都施主能辨认出行凶的是齐言堂那杀手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也不知道你们得罪了谁，行婚当天被人灭门，逃过大劫是造化。想必施主姐姐是中过善因之人。怎么说，都是我救了你，都是我发现你一息尚存，救人要救到底。现在我只希望施主姐姐你早点醒过来。 真正化险为夷才好。算了，施主姐姐要不愿意醒，便再多歇歇。怎么说，也是鬼门关走了一遭。
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是色无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染口鼻身意，无受想摸触法。无乃现，乃至无意识，亦无意，无名，亦无名情，亦无老死，亦无老死情，无垢即灭道，无寂无得，亦无所得，故不异刹土，亦般若波罗蜜多。观众波罗蜜多时，大乘佛大方丈佛上师说：“等等能出一切苦，真实咒语，是观众波罗蜜多咒。即说咒曰：‘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’故是观众波罗蜜多咒是即咒曰：‘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菩提。’”是我，报官抓我吧。气的什么呀？啊，干上去！过去，过去！啊，杀人犯罪，气的！哎呦，抓住了！这下。你这小师傅，我可该说你点什么好。你是不是诚心不让我好过？刚跟你说完少给我惹事，你就给我弄了个这么个东西回来。捕头施主，抓捕朝廷悬赏的重犯本来就是捕头的职责，通缉令也是你给我的，现在施主姐姐自己愿意投案，你难道不开心吗？我开什么心呢？我都要卸任了，这么大一份礼我接不住。可当初帮我把施主姐姐一起救回来的也是捕头施主你呀。两位，多谢你们救命之恩。捕头大人若想安度晚年，今天晚上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啊，走。哎，走啊。捕头施主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不舍问了？我想留在这儿陪施主姐姐。听话，让你走你就走。难不成你一个出家人还想大晚上的孤男寡女？别太出格啊，别太出格，不闹出大动静一切好说。捕头施主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别太出格？这可不一定。不过捕头大人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总有一个启言堂的人走不出此地。施主姐姐，你这是又说什么呢？这水牢之内不就你一人吗？齐彦堂在下真心惹不起，说实话，就连把女侠你请来也绝非出自我本意。什么都好说，只要不出人命。捕头施主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还要出人命吗？小师傅，我可求求你了，走吧。记住啊，只要不出人命我就能交差。捕头施主，你该不会是要放任朝廷重犯在这儿搜吧？小师傅，你这话有些出格了。什么私斗？这里头就他一个人，他跟谁斗？不是，走。哎，走吧。哎，放开我！哎，施主姐姐，you
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大喜的日子不叫，我们不能不来呀。柳叶桃，都说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，此话说你当真不假？林大人和他的父母双亲无端端的死于非命，你倒有脸活在这世上。我就不明白，堂主为什么偏偏喜欢你？不就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人犯贱，不懂珍惜，到头来还得堂主亲自带人找你。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堂主什么都护着你，你倒贪慕虚荣去巴结那位林大人，活该千刀万剐。就算没有我，你也入不了楚云鹤的眼，自作多情。贱人，堂主这么好没有杀你，今天就让我再杀你一次吧。小师傅，今天怎么了？这么不听话？捕头施主，施主姐姐是我救回来的，她身体还没好就被关在牢里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她在里面很安全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捕头施主，我去看一眼，就去看一眼啊。哎，你，哎，哎呀，你跟我说呀，没事儿啊。施主姐姐。
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施主姐姐，你这是要走了吗？是啊。不是回官府，是去别的地方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当初在医馆说好了，我帮你去官府投案，你便招供，把什么都告诉捕头施主。你现在都这么走了，捕头施主会被大人责怪的。小师傅，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的命，还帮我亡夫一家入土为安。施主姐姐不用客气，这些都是小僧应该做的。所以我才没有杀你。虽说不能两相扯平，但也是此刻我唯一能做的回报了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我不是什么信守承诺的好人，所以我们就此分别，相忘于江湖，这样不好吗？对了，小师傅，今天的事和人不要跟任何人提起，免得惹来杀身之祸。嗯。哎，那些害你的人一定会再来的，所有要和你一起走。不用他们来，我自会去找他们。不过我这一路是前往地狱，必定杀人无数，你还要跟着吗？老板，来碗面。哎，好嘞。老板，来碗素面。好，稍等啊。哎，好巧，你也在这儿。你一路跟着我，当然巧了。施主姐姐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小僧是一路跟着你，与其这样麻烦，不如你带着我走吧。你不怕我再杀人？怕，但我更怕他们来杀你的时候，你要独自一人面对。我这次下山就是要经历试炼，度化有缘人的，那个人就是施主姐姐，所以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要跟着你。万一死在路上，可不算我的。客官，两间客房，一间。说什么呢？两间。姐姐，我知道入了佛门，再无俗世佳人。你说我修行不够也好，六根不净也罢，大不了回去多抄几遍经书。总之，我今天一定要和姐姐再住一晚。哎，客官里边请。哎，姑娘进去吧。喂，小和尚，你这样坐在门口，不怕我半夜起夜踩着你啊？真的？那就好。你不怕我逃跑啊？你现在倒是挺认真，刚才说谎话不是挺溜的吗？不是出家人不打诳语吗？为大义不拘小节，佛祖和师父都会原谅我的。我要是真想走啊，你睡哪里，睡或不睡，都是一样的。不一样，我在这儿，你至少会有一点点于心不忍。你说你一路都要杀人，是回去杀祁岩堂的人吗？
是。可你也是齐言堂的杀手。是。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对他们来说，你不是自己人吗？自己人？我的父君本就是我要杀的人。后来那些人到底还是另找了齐言堂的其他杀手。楚云鹤，是他觉得我背叛了齐言堂，背叛了他，便来复仇。你现在也要回去复仇？是。那你岂不是变得跟他们一样了？本来也没什么不同。可你离开他们了。我是离开了，可我从前就是替人取命的盗，杀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，更何况我失去的实在太多了。姑娘，你是画师，画得真好看。这只鸟挺好看的，可惜沾了红色给毁了。再好看也是毒物，早毁了早好。我已在早年前就不再铸剑了，从前的火炉已改建，改烧瓷器。这个杯子就是刚出窑的新作，如果你喜欢，走的时候带上一趟。不带了，这么精美的瓷器用来喝茶太凄凉了，直接敲碎撒在地上埋了，反正能送的想送的都已经死了。他的剑是你铸的，齐言堂堂主楚云鹤有一半的功夫是你教的，用我全家人的命换一把杀他的剑，不过分。我再也不会铸杀器了。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。他残害无辜，屠戮忠良，我不过是把他给我的尽数还回去罢了。你若是不给我剑，我生生世世不得安宁。哎，施主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求您等我一下。施主，哎，施主，你慢一点。施主，施主，我这儿有位施主姐姐。
服了吧？你自幼就是气势逼人，出手即是杀招，只是杀招是双边利刃，不杀人便杀己，就不曾想过为自己留一些回转的余地吗？小时候受灾，家里人都死光了。没比我大几岁的楚云鹤说：“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。弱者做了好人也不会有好的下场。”他还说：“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我的资质不做枯骨，就只能做刀。既然是刀，出手不见血光，便没有意义。后来累了，想回转，反倒被人连刀鞘也不留，彻底斩断。回想起来，到底还是杀着最干净利落。说起刀剑，我生平锻造无数利刃，每一剑都是无坚不摧的杀器。可现如今，我却做一些需要小心翼翼、轻拿轻放的瓷器。你知道是何故？无坚不摧，就是一句空话，终有折断的一天。杀器劈开越多，便会失去更多。而瓷器虽脆弱，却承得住清茶，沁润心脾。人间性命，终须温柔以待，才不至落得一场虚空。我也是虚空的不能再虚空了，只有杀了他，才能觉得自己有点用。我知道你的剑炉已经重开了。剑，我可以给你，但不是为了让你斩杀仇人，而是祝你有朝一日可抛开执念，得以真正的解脱。杀了楚云鹤，我便解脱。这是最后一块青铁，世间再难寻得。我本打算临死前铸成长钉，封在棺材上，带进坟墓里。如今给你也好，这是我今生铸就的最后一把剑，愿它能助你如愿以偿。老板，我的面好了没有？哎，马上。哎，啊！不能失主，来不及了，快跟我走！我还没命，我还命还没出呢。虽说当初险些被卖入青楼时是你救了我，但也是你带我入了洗砚堂。此时此刻，只有你死，我才能自由。好久不见，云竹。当真好久不见，怎知恍如隔世。娘子，是你朋友啊！快屋里坐。
娘子，这是你第一次有朋友来家里做客，定要好好招呼。来，姑娘，喝茶。这位相公真是对我们云竹关爱有加。啊，我这辈子能娶娘子为妻，那真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呀！啊，我家娘子体弱，这些事情就由我多做一些。原来如此，云竹都没有跟我说过你们什么时候成亲的，不然我会前来祝贺。没有多久，三个月而已。三个月。我自小父母双亡，娘子便孑然一身，我早想把她迎娶过门，好好的照顾她，可她怕拖累我，迟迟不肯答应。后来三个月的一个雨天，娘子突然跑过来和我说她要嫁给我，这对我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啊。我们俩都没有亲人，就邀了村里的很多朋友，村里的长者，第二天便拜堂成亲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一时仓促没有请小桃姐来，还一直说这些，岂不是更惹她心烦？你们是挺仓促的，不过那段时间你们请我来，我也来不了啊。既然是来了，那就别走了，今晚在家吃饭，就当是我们向你赔罪。还没有问问人家可有空闲呢。我这次来是专程找云竹叙旧，顺便探望他过得可好，自然不会匆匆忙忙的就走。这顿补请的喜酒是回忆。那可好，那可好啊，正好尝尝我的手艺。这样，你们聊，我去给你们做饭啊。哎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我只知道你成亲，但是不知道你夫君竟是如此温婉随和之人。寻常人家过日子罢了。你可还习惯？有何不惯？我也只是个寻常人而已。娘子，饭马上就好了，你们准备一下，准备吃饭了啊。小桃姐，我求你一件事儿。求我放过你？我求你不要死在我家里，麻烦。你是怕他看见吧？我懂。不知为何，总觉得你会回来找我。启言堂里勾心斗角，我是你唯一的朋友。从前就知道你冷血，我还只当是优点。真可惜，你到底是没有死得干干脆脆的福气。出卖朋友的时候，你的确比我干脆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饭好了。刚还在这儿，到哪儿去了？其实你我想要的东西都一样，我要成全自己，便不能成全你。再说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旁人都说你伶俐，出手即是杀招，只有我知道你其实满心妇人之仁，所以
你赢不了我。小师傅，你真的看清楚了吗？我一路跟着施主姐姐，亲眼看见她带着新出好的宝剑进了竹林边一户人家。说不定你那位姐姐只是去看个朋友。不可能，施主姐姐拿着剑第一个找去那里，肯定是去复仇。师傅，以后再有这种事情，你能不能不第一时间想起我？捕头施主，人命关天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我的命就不是命啊！哎，你等等我。小桃姐，你放过我吧。坏了，来晚了。麻烦，真麻烦。捕头施主，怎么又抓到一个重犯？你还是不开心？开心？我开什么心啊？现在是那个女杀手给你通风报信，她伤了人，官府收尾，你觉得这是好事？怎么不是好事儿？能抓到重犯，能抓到杀人凶徒，就是好事儿，总比他们有在外面害人要好。菩萨先生，感染暴流密度是召见无缘机关同一者，胡歌舍利子色比空，空比则色即空，空即日则生，先是一复制舍利子之出发，空性不生，秘密空比则色即空，空性不生，色即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师傅姐姐，你醒了，你这次没有杀死那位女施主。你也别太高兴，我不杀云竹是想让她生不如死。施主姐姐，你明明是做了好事儿，为什么要非要把话说这么狠呢？小和尚，你以为一个人最怕的是死吗？死不过是再入轮回，如果这个人生前不曾做过太多错事，也不必太过惧怕。那他如果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呢？那应该是有点怕吧。我记得佛家曾说过，人死之后有九层地狱，有罪之人要到那里接受折磨。
但对于云竹而言，再没有什么折磨，是比他的夫君知道他的真面目更可怕的。所以，我偏偏要他受这份折磨。难道不是生不如死吗？施主姐姐，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生便是机会，你让那女施主活着，便是给她的机会。无论她的夫君是否能够接受她的真正身份，她都有比那样死去的更多可能。我觉得，这便是你的慈悲。随你怎么说。别跟着我，我要敷药了。师父，我这失恋是不是有点太难了？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帮助施主姐姐度过这场劫难呢？佛祖，师父，弟子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夏师傅，你干嘛去啊？怎么了？哎，夏师傅，哎，你，这就是你的命，你认了吧。小桃姐，你也好这口呢？不如我们两个单独开一局，如何？好。双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还能再遇到你。我也没有想到。赌什么？命。
小桃姐，我没有明白啊。你的命。我的命。大小，说我怎么办？要是按你和堂主青梅竹马，堂主一直对你情有独钟的份上，把你带回去，堂主应该会高兴。可是你背着他私奔嫁人，和那个人在一起，堂主气得一刀捅你，这事儿也没过去多久，现在看到你没准还得发脾气。你说我是把你带回去呢，还是杀了你呢？真是一把好剑呐，小桃姐，我看算了吧，我也不在堂主面前提，只带着你这把好剑去领赏得了。这事儿太伤脑筋了，不如就把你留在这儿得了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就把你留在这儿了？不行，我得去救施主姐姐。回来，我的小祖宗，干嘛了？你现在出去想找死啊？捕头施主，昨夜就是在酒馆门口，就是你把我拉走了，施主姐姐才被他们抓住的。现在，终于又找到这个坏人，我们得把施主姐姐救回来呀。小师傅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两个朝廷通缉的重犯，两个。那又怎样？我现在只是知道，施主姐姐昏迷不醒，也不知道那个坏人会把他怎么样。小师傅，我知道你救人心切，但凡事讲个时机，对吧？现在时机未到，小师傅你听我的好不好？那什么时候才到啊？我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儿了？小师傅你趴着，说不定他只是把小施主扔在那边，他要回去领奖，我回头派人跟着他，说不定把齐燕他一果断。不对，他这是要把施主姐姐活埋了。活埋了咱挖出来，你千万别出声啊！住手！快住手！
朝廷通缉要犯，齐彦桃、飞燕草，赶快放下武器，速速就擒。朝廷重犯飞燕草、柳叶桃，你们赶紧放下武器，速速就擒。这捕头，这个人我可以让你带走，只要你把那把剑留给我，一切好商量。你以为你走得了吗？哎，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，飞燕草。我都说了，你是朝廷重犯，今天有我在，哪也跑不掉。女侠，你也是朝廷重犯，你当初从水牢逃出，大人大发雷霆，今天你也要跟我回去。嗯，叔姐姐，笑什么笑？叔姐姐，去。施主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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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我啊，施主姐姐，跟我回一次手吧，别再跟他们打了。山里被灭门那家人的坟地被人刨了吗？对呀，也不知道究竟得罪了哪位煞星，人死不算，连好好埋着都不让。哎，人呢？
你怎么来了？施主姐姐，你把血喷到我脸上，让我知道你没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并不是我救了你，是你的机缘，我的修行。既然是我的修行，我也不求什么功德，只求完成试炼，陪你走下去。施主姐姐，杀人有力气，伤人又伤己，那些十恶不赦的人最终还要交给律法来惩戒，至少让我跟着你，给你念念经也好。相信林大人在天有灵，也一定希望如此。施主姐姐，其实你人心地特别好，怎么会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句话亘古不变，一句是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尸骸；另一句是一将功成万骨枯。我非将才，不想无尸骸，更不想做别人成功路上的枯骨，所以我选择做刀，一把最锋利的刀。直到后来我遇到了林大人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别的路可选，而林大人也是这世界上对我最好的。施主姐姐，还有我，还有那个铸剑大师，对，还有你们。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，我一心只想保护林大人，跟他过寻常的日子。可是我忘了，做刀久了，再想变回人，根本不可能。施主姐姐，师父说，世间执念难，就难在一句放下。我觉得只要你肯放下，刀也不一定非要杀人的。原本我已经放下了，可是他们来杀我，杀了林大人，杀我的家人。施主姐姐，你不想哭吗？哭不出来，一滴眼泪也没有。可是我又难过。你说我除了杀，还能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施主姐姐和那些恶人不一样。但你杀他们的时候，又变成跟他们一样，变成跟他们一样的时候，你的眼神凶神恶煞，又很不开心。你从鬼门关早一遭回来，已是经历了最大的磨难，不应该这样，不能笑，也不能哭。我与林大人成亲的时候，原本已经放下杀心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或许根本轮不到他们来杀我。你是说？我不想让从前的自己驾驭林大人那样的人，可到最后，还是什么都留不住。所以我从鬼门关走一遭回来，之后我再也不可能毫无杂念的开心，什么也不想的高兴了。或许，这就是我杀人多年的报应。施主姐姐，
明日你和我回寺里好不好？在佛祖面前放下杀心，什么也不要想，平静的过一天，就一天。一天而已，去与不去又有什么分别？我只想让你卸下身上沉重的负担，轻松地面对自己，面对人世，哪怕只有一天也好。好，就一天。施主姐姐，出城还要走些路程才能到寺里，我真的是有点想念住持师父了，咱们赶快走吧。我想回趟林家。不是说好了就一天？放心，我只是回林府拿一些林大人和老人的遗物，到时候放在寺里，以求他们在天之灵得以安生，只希望住持大师能答应。放心，住持师父一定会帮你的。施主姐姐，你真的只是回去拿点东西，对吧？嗯。拿完东西，我们马上就走，对吧？嗯。要不我们今天还是别回去了，反正东西什么时候都能拿。也好。那我们赶快走吧。你这也叫也好？刘月桃，你是我启言堂的杀手，守城人命无数，你应该知道没有想走就走的道理。我们一起长大，你又为何不能永远陪着我呢？回来了，你没有和小和尚去寺庙逛逛？佛门自有清净之地，像我们满手是血的人就不要去打扰人家了。也是，他们那种高高在上的神佛，自从我们出生之日起就没曾想起过我们，可能早就把我们忘了吧。原来在你眼中，凶险的、不堪的，不只是人间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今天就会觉得你会来陪我吃饭，我特意让人准备了几道你最爱吃的菜，坐吧。小桃，你没发现吗？不管你怎么折腾，你都离不开我。我已经走了，是你不肯放手。你最近消瘦了不少，过得好吗？托你的福，甚是精彩。
精彩就好。齐言堂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，不好吗？好啊，当然好。因为在我心里，永远只有你一个人。从小你就最会说话。你终于提起小时候了。可惜跟你在一起待久了，听多了，也就腻了。腻了？所以你就离开我不告而别？楚云鹤，从小跟你在一起，总是被你说的话左右，以为自己没得选，白白活到现在才明白，你口中的一些话都是外力，这个世间根本没你说的那么不堪。你真的明白了吗？是不是我最近没有给你打招呼，你责怪我了？我倒是不在乎，反正我们终究是要再见的。那你在乎什么？我夫君一家人的性命。我吃面的时候你就吃咸，每次我吃一口你又吃咸，你是不是诚心的？我看到齐言堂堂主楚云鹤了。快跟我去救施主姐姐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一个齐言堂的杀手，一个齐言堂堂主，那神仙打架，我们这样的凡人怎么能随时插手呢？不是，我何况我们本事不济，擦手又变成了人质，反倒帮了倒忙，懂不懂？可是我也不能就这样不管施主姐姐了吧？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。老板，帮我看着他。不是，面你吃吧。不是，
大人，还不进去吗？不行，还没到时机，再等等。小桃，不打了，你赢不了。啊！当初要不是你离开我，我不可能对你有杀意。我们是刀，不杀人便伤己。还记得当时给你起名号吗？不记得了，真是健忘。你说，师父要定名号了，我怕不好听。我说，花四头，叶向主，一年四季长青不变，明艳而又危险。这正合适你。我跑到师父那儿说，我说给你起了一个新名字，叫柳叶桃，你还记得吗？记不记得又怎样，你给我起的名字我根本就不想要。不是，那你说，世上还有什么名字能让别人知道是你？名号是我起的，这身份是我给的，你的命都是我给的，只有我能杀你两次，所以你别想逃。下辈子等着我，我还要和你做青梅竹马。哎，小师傅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不能进去啊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没错，你不能进去啊，我跟你说。我滚开！
老板，来碗面。当年，施主姐姐生在乱世，只把自己当成是刀，手上了无数罪孽。我看着她死去活来，与别的刀剑硬碰硬搏命，才终于明白，斩杀再多，终究一场空。人命，到底是要如同瓷器般的小心对待。你是年纪轻轻，经历过这些，才有今天的气度。至于那位女侠，用一生的杀气与戾气，玉石俱焚，救你一命。或许对她而言，也是最好。